大家晚上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福建省的晋江市了。这条大道是叫世纪大道，修得特别好，专门的自行车道。实车道这个车道是修得特别宽，看，随便跑吧。晋江市是属于泉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，但是这个晋江市啊，它非常出名的。我本来是打算先到下面的石狮市的，但是因为走错路了，就走到这上面了，明天再转下去吧。这个街道真的修得特别好。这边有一个在西瓜视频上认识我的一个网友，准备去见一下他吧。看见他了，你好。就在这里啊，就上面走吧，就这栋的。那自行车我就放下面了。你要拿上去，拿上去，其他都放。我以前跟他也不认识，他是在网上认识我的，但是他联系我，他让我到他家这里来。看，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排骨汤、大鱼，还有猪蹄、大肉，全是硬菜啊！看。我也喝点的呀，跑到你贵州去的话，跑那么远，真 到现在好久，真的不容易。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这么热情的招待我，真的特别让我感动啊！你看，做了这么多，没什么，这家常的，家常都是家常。太客气了，真的。慢慢喝。真的谢谢啊。那你？总的四个小孩是吧？对啊，四个都上学是吧？都上学。对啊，什么？你们想出去什么？你没问题，你好。你好。在这帮我打火机拿一个，你们抽烟？我不抽烟。不抽啊？对。我也拉萨也去过了，但是我是坐火车带的。坐车去的？坐火车带的。坐火车挺难坐啊，那边。拿一个就好，其他不带。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大哥家了，特别热情啊，真的很客气的。我以前没来过福建，我不知道这边的人有这么热情，真的。昨天晚上和这个大哥聊了很多啊，睡得特别晚。他可能还没有起来吧，我就跟嫂子打声招呼，我就准备走了。那嫂子，我也准备走了啊，谢谢你们啊。你没有，那个喜欢吃一点。不吃了，谢谢。走了啊，再见。你要走哪里？我先往石狮那边走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再见嫂子，谢谢你们啊。不会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昨天晚上到这边，晋江的这个大哥很热情的招待我，真的特别让我感动啊。这边的人他特别热情。这个晋江市，它是属于一个县级市，但是它的知名度特别高，全国非常出名的运动品牌鞋都是在这里做的，比如说什么安踏、361、乔丹。鸿星尔克、贵人鸟，太多了，我也记不起来啊。反正所有的运动品牌基本都是福建晋江产的。晋江市是全国北强县啊，非常厉害的，它能排名前十啊。晋江市是属于泉州市管辖的。它的 GDP 啊已经超过福州跟厦门了，相当厉害，就是因为它的工业特别发达，交通也特别发达，这里有港口，有高铁，有晋江国际机场。晋江也是文明城市哦，刚评选的，看人家这个街道多干净啊。我是3月16号从上海出发的啊，已经骑行了29000多公里了，马上就30000公里了。我的目标是围绕中国的边境转一圈，只要是中国边境，
县城以上的地方我都会去啊。很幸运啊，现在到了福建省晋江市了。对这个地方，首先它是经济很发达，其次就是当地的人他特别热情。刚才去那边买一个早餐，那个阿姨直接多送了我好几样吃的。你看人家这自行车道有多宽，你十个人排着跑，你都随便跑吧，你爱怎么跑怎么跑，真的修得特别宽，而且绿化得特别干净。这就是晋江市给我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当地人热情，城市修得干净。看福建省晋江市，这是我骑行29000多公里以来，就是县级市我感觉是最好的一个了。首先它的工业真的非常发达，你不信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，它有好多运动品牌的鞋厂全是在福建晋江的。看马路特别宽敞。这个晋江市啊，它虽然不像有的城市那样子高楼大厦很多，但是因为它当地人热情嘛，到了这里还是给人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，真的。你说你高楼大厦修得再多是吧，如果你看不起外地人，你老排斥外地人的话，那别人对你的印象也不好啊。但是你看这个福建晋江市啊，人家工业非常发达，城市修得特别干净，而且对外地人还特别热情。我现在是继续往福州那个方向走，就是往浙江骑到上海。继续出发吧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